G1.日前出席知名精品活动，一身素雅打扮立刻在网络上引起热烈讨论。直接照片中可以看到 G1 顶着利落的黑短发，戴着细框圆眼镜，搭配着黑色西装裤、简约白上衣，外套低调又高雅。虽然身上的配件颜色比较鲜艳，但在他身上完全不突兀。这一身轻松的打扮，还是散发出了慵懒的贵公子氛围，既时尚又吸睛。网友们看到后也直呼真的好帅。而 G1 今年5月初参加时尚大秀时，脸消瘦了许多，整个人仿佛小了一号，让不少粉丝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。但这次的照片曝光，脸颊丰腴了不少，粉丝们也开心表示：“终于变胖了吗？好感动。”仿佛瞬间变成老妈子，实在有够有趣的。